Don't care。好了，就靠他了。啊，接着是你的。卫生纸要不要？先把那个电充回去。只要任何冷的东西就好了。把它闪掉啦！它装什么？它是固体，你不要用热热的东西让它变液体。没有味道，没有温度。好，很好。等等，接着是你的头盖这里。我可是很惨哎，咚一个，好痛痛的，好硬哦。来，你身体往右半边侧一点。好，先侧回去。帽子，帽子还有，再撤回来。很好，很好。你往你的左边看，不是，一样撤我这边，往你的左边看，转头而已，转头而已，看那边，看太阳。你没有觉得后面冰冰的哈？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先抓住，不要用手抓。好了，冰冰的，我现在要赶快取暖一下。先把那电插回去，放上去。好了，插一插。对啊。你手才能放出来。线在这里，抓出来。你选裤有在洗吗？啊？你选没有啊？真的没有洗啊？对啊。我也就没有洗，但是上次好黑哦。应该是去清景泽画的嘛，清景泽滑的时候都是雪，因为那边人造雪或者土啊，然后就很擦。那你用布擦，用湿布擦一擦就好了。这个不要洗嘛，对不对？用湿布擦一擦，然后晾干，晾起来，通风。快机看一下。我们这季都会买490、390的雪裤。新的。新的。对。就那种做外销的。那我现在录吧，录，好，正关，很好，趁这个时候弄这种事最适合的，没办法，对啊，现在时间是1:47，把它放回去，我会知道了，就咻的给它绑下去了，我又就没了，对啊，捡不到掉下去，捡不到在篮子外，OK， 就。等一下，再来矫正方向。好，我往前看。你很斜，看起来斜。往后往前。看起来还好啦。正前方吗？算是正前方下一点点。现在已经是正前方下一点点。应该是一点点。好，那刚刚好。来5度吧。OK 了。那我咧？你回头看正前方。我刚刚一摔倒，该有撞到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可以。没有啦，那头上不太会撞到。好了。一切都很好。小弟，你都要负责安抚他的那个肩膀哦。好像没什么啊。不过那边上下窟窿真的吓人，我也觉得我要倒了。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屁股就坐下去，我往前顶比较好。那就终于撑过去，但是被吓得要命。
不够力，讨厌，受不了。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好、哦。我觉得你有点往下，帮你上去一点。没有故意的。哦、真的吗？故意的，他角度 OK。但是我刚刚那个角度会拍到它旋转前端。哦，那不重要啦。哦。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看它的视线在哪里。哦、好。要看脚啊、哦。好。其实这是我没有要用刹车啊，我没有要刹车。你为什么要开巴士呢？没有，其实这只脚没有什么在动。那为什么不让它平行？就自动不会平行。不行啊！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弯道来了。你先。有看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在叫你啊！有放啊！哦，又忘记看前面了。不要不要，嗯、好，来把你的手张开。
好，手张开，等一下就自己就感觉你的身肩膀要多。这我们有滑过吗？没有。好大面哦。很大一片啊，好吧。啊，所以你的手呢？然后举起来，看你的肩膀要放多低，你要自己去衡量。你看这斜坡，跟他的角度是不是，对，要跟他角度一样。好，自己去感受一下多少，你会刚好平衡上去。好，自己去感受一下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练习课把速度控制，把弯做完，然后我们试试看，好吗？好了，小丽 OK 了吗 ？OK。你在录影吗？拍照而已。等等，好。我们一路下去到比较平一点、比较缓和一点的地方，你们再停下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把身体热开来。好，所以呢，把你的手张开。好，其他人可以试试看，把外面的手一样放低一点，会比较好滑。谁先？你先呢、啊？哦，就是学气了。嗯，好。很宽，很宽，你可以利用你的面包。酸哦！你就不站呢、啊？我站站好，往前站起来。好。好。你说往前站起来是直走的时候吗？在直走之前往前站起来，换肩下去。好。有。好，往前站起来，左边肩膀下，下，看前面。哎、欸，好，再来。哦，好酸哦，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好酸。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是吧？对，休息。快、好，来站起来，看前面，走，换边，换脚休息哦。对，另外脚放空。很好，手打开，手打开。好想一直站着，你要滑得比较好啊，怎么样？很想一直站着，脚好酸。好，来走。有。
前面。发生 好不好？好，嗯，你做得到的、啊，好不好？你看你自己下来，你看你自己往后看，你没有摔，要死了，没有摔、欸，哎，你现在看一下吧，刚刚叫你录影不录，不录正前方，现在叫你回头，你不录一下你滑下来的坡。对对，有，其实我在雪镜里面，我眼睛有盯着前面。那你的头是歪的啊？对对对对。你头？那眼睛有看，眼睛有看，但头没有转过去。不行啊！来，给你。好。来，走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进去了，你们以后走里面，我要走外面，膝盖好痛。管什么弓箭步吗？要吧，弓箭步你刚。
管了，你也没吐出来啊。没有，刚刚没有管，刚刚只是想着不要摔倒而已。我一直想着不要摔倒，你就没办法做动作。对啊对啊，就你不能一直想不要摔倒。哦。要想的是做动作，不是想的是不要摔倒。哦、再来一次。可以吗？好。却自然就不会摔倒、嗯、所以你要想的是好，我这一趟我要做到我刚刚有什么的感觉，我这一趟要把它做出来、嗯、好，或者是你知道说我原本有什么问题，我这一趟要改掉这个问题、嗯、就是每次滑的时候要想的是这个事情。好好吗？好，像小弟啊就会每一趟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昨天滑怎样，我今天要怎么样、嗯、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好不好啦？好，休息休息休息，这样子拉着膝盖会痛吗？对，以后这种之前什么车祸？没有啊。那是怎么受伤的？应该就是那个摔倒吧。怎么摔？就是脚凹一块那个摔啊。你说上一次在蜻蜓摔？对啊。那次，嗯，那个摔完以后，两脚、嗯、其实在上班上一上一个小时，站起来两脚都超痛。那你就复健啊。但是医生都说练这里啊，就跟你讲，医生说没有用哦。对啊，医生又不是专业的。对啊，医生就说练肌肉，然后我就哦，他就说你上班就坐着就这样打直练用力，他们都在说这样，我就说真的这样就好了。我说要不要什么？他说不用，就是练肌肉。我说哦好。医生弄公共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没，我看哎、欸，我看三个字医生哎、欸。跟你讲，看医生没有用，看建议治疗师，要找治疗师看。三个都说一样的话，然后就想算了，那就没有人叫我看啊。然后复健科是所有科目里面最弱的、啊。我上次有说我膝盖这样痛吗？怎样痛？上次啊，上次那时候你还在急性期，上次你很放慢，上次你还在急性期，因为那时候啊，那月我十二月刚摔，然后我还而且那个时候自以为自己是断了的状态，所以才滑。你慢吞吞，你那时候。你那时候速度是现在的十分之一，这小绿现在应该很感动，足够了，足够了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是医生说断了，还没检查、啊。那时候想说来完再回去检查，看会不会，因为万一先检查，然后来了又摔更惨，那把片子还是不准、啊。那时候我觉得其实也蛮不怕死的，医生都跟你说你十字韧带断了，你还敢再去滑雪？没差，我们很多教练都这样啊，十字韧带断了照样继续滑。啊，回去才知道，检查才知道是断掉。但是十字韧带断就是会，应该就是会，我那个蹲下去很痛很痛很痛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觉得痛的姿势，你现在就是把它姿势调整到不会痛，那就是对的姿势。不是不是，那个是不是说摔倒了后的那个痛？嗯、对啊。那就一直那个是后面的筋超痛的那种痛。我们那有几个教练都是受伤后，嗯，然后反正都来了，姿势哦、都来了，就是要滑，所以就去、嗯、就一直滑一直滑，去揣摩到底哪一个姿势是不会痛的，那个姿势就是对的。好、哦，因为滑雪没有要那么多力气，也没有要那么多肌力，嗯，你最轻松的那个站姿它就是对的。哦、嗯，滑雪就是地心引力下山的过程。对啊，就是顺着滑下去而已。小弟现在应该不会那么累，对不对？现在有点太放松。是还好，对啊，我现在有点太放松。我现在是在想我反正就是控制啊，我觉得我还、嗯、还要抓。你比上次好很多，上次是在一般的绿线嘛，嗯，然后有时候脚会乱掉。这次在的坡度都是中级坡。现在是不管什么怪事发生哦，就是那只脚就不能放，对不对？嗯，最后就会稳回来。嗯，对啊，所以那种转得回来的感觉。因为你有在溜冰啊，所以比较那个。溜冰也是啊，溜冰你有去溜冰哦。我
后来觉得冰，我们俩一起有买鞋，他很怕摔，对，嗯，然后因为冰很硬，然后我很怕摔到膝盖，所以我就不太敢去。你是溜冰正确的，就是我去跟人家聚餐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去溜冰。我们俩都是这样，我去吃饭，他去溜冰。应该可以去溜一下，溜冰对你滑雪会进步很多。溜冰也是一个顺势而为。对啊。我都不做超过我身体极限的动作。嗯。对啊。没有练什么特殊的动作啊，就是你现在会滑雪，其实你回去溜冰，你会发现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嗯。还是不太一样啊、欸，因为是我们一穿上去觉得哇超滑，这个穿板子走在路上不会滑。因为你学会了八字，你就一直定这个啦。哇哦，冰刀好滑、啊！因为冰刀它就是只有在你脚下而已，它就脚下这一排，对，所以你不能往后坐，你往后坐就会喷翘，对，那你会觉得它滑，就是因为你往后坐，你说所以你会觉得，对，你会觉得会一直滑走，一直滑走，不直。但是其实你站在它正上方，嗯，就是你滑雪要的姿势，嗯，我就是要你站在它正上方，嗯哼，对。轻松的时候你根本就平行，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不要去看哦，没有，你根本就平行，我的脚是什么状态，你回去看影片就好了、嗯、你已经是平的了，我觉得小弟，你经过小弟，小弟都有帮你录起来，你待会再给他们加强难一点，我说你再给他们加强，怕他们跟到我们，我来我来，他们会觉得太慢。也还好、啊，他们都有在揣摩今天早上教的。都要自己练习啊！我也一直在自己练啊。还有在揣摩今天早上教的东西。小丽，你要记得把你的肩膀再放下去多一点。我自己找到一个方法，我干脆把双手放开，再往前一点。对，把肩膀甚至你外面那个雪杖放低一点。好、okay, 哦，站好，站好。你说上不去，气死了啊！好讨厌，还是上不去。滚滚滚滚滚滚！啊！你的左脚的弯，左脚的弯跟你练习太多了。对。溜我前面啊，我可以帮你录。
你们先慢慢，我慢慢，我水后就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先贴到对面，我再来。你先啊，你不要先。你去。为什么？呼呼，左边，左边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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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先哈。好，我帮你录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可以吗？可以
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你可以试着把你的重量在这膝盖要弯曲。哪一只？这只。然后往前倒更多。哦，外面的那一只嘛。后面的这只也要弯。这只有弯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弄它，弄它。已经下来了，我还在撸哎。好顺哦，好斜哦，好斜哦，这样，感觉这样。不要理他，没关系。他说你不要，你不要上去，他叫你不要上去。他说你不要走上去，他下来。你不要撞人家，哎、欸，会杀了耶。先不要啊，谢谢，不要走上来了。紧张了，那脚还 OK 吗？我要努力。
你没有看到我的直的、直的跟弯的吗？我觉得我要努力在做啦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说等上滑下来，脚会不会非常非常酸？还好，这趟还好，对，更正确一点。好，今天就比较轻松了。嗯，然后好，那我们就换场地咯。好，好，走吧。耶、这个小朋友好。谢谢招待。身体是要收吸收掉那个震，像刚刚那个志恒跟那个小弟就有，他们就有把拨上来的时候脚收掉，然后放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上来的时候是有蹲一下，我有蹲吗？有，你有蹲啊，对啊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可以去练这个，把这个吸收掉，然后让身体放柔软，就他的练功方式。就是如果之后我们再走到这种坡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把那个震起伏吸收掉，所以就是身体维持在一样高度。然后你的脚去吸收掉那个震动，这样子。真的不用眼睛看吗？你用的脚的感觉，你看来不及啊。看思考跟脚要怎么动是没有关系的。对，我看到窟窿了，但是实际上你后座还是一样倒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是各
根本看不见。我要看清楚路。觉得我都吃得很好，我都自费了，好多肉，这我觉得我以我们以前的那种经验来看，看我们今天我又撞了，我这撞应该是撞的，没关系，撞没关系。你帮我看一下啦，好歪哦。最后再看。现在你看啊，没事做啊。对啊，好的。你手套嘞？挂着，我都会挂着，好吧。我很聚焦自我的脚，希望我二月滑起来膝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。不是，你姿势对了也会没感觉。不是，它就真的天生痛，你看嘛。不是，我说不舒服是挂这个我都觉得膝盖不舒服哎。因为那个不是自然的，那个是被拉住。然后其实滑雪的话就是用到的肌力越少越好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样子拉住我膝盖就不太舒服了，就是好了，我就停留在中级很久了，这样早上还有，不过你鼻子露出来，是吗？对啊，把它拉回去。很湿。对啊，我就很湿也不管，因为你的气会一直去加热它，你觉得凉凉的，但是它会是一个就是凉凉的温度而已，就是靠你的气去暖它。这样子，我看，对吗 ？OK 啊。我靠，干我的！你的结冻了。我的结冻了。那没关系，那是一点点而已啊。那我没有觉得特别。有，我这次滑冰比较不紧张的。不紧张很好啊。没有啦，因为你看的倒的很恐怖，倒了两次，而且你场地已经习惯，
就没事啊，你就不会对他产生什么预设立场。尤其那种越缓的，你就越觉得这算什么，也不是觉得算什么，就是不会紧张。就会说换场地不会是换这边吗？这边也是收瘦啊，现在看起来收瘦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教练换这边的话，不知道换，或者是说滑回去的，我觉得是我上次有提到刀鱼钓鱼烧嘞，他刚刚有提到钓鱼烧嘞，就说准备吃点心了、哦，那就是滑这次就去吃钓鱼烧，哎、欸，那觉得今天时间很多嘞，还第一堂还没上完，我觉得我已经练了很多次了。是觉得对那个材质到底什么做的有兴趣，也有可能有金属丝，不是，对，不一定要金属。你知道有人用热狗打那个太古达人的 iPad 版，热狗打也有用，是哦，对啊，我们手指是肉啊，欸、手指哪里啊、哦？圆圆两个，哪里圆圆两个？山顶那个山顶，是不是？那是突出去护照的那两个。特殊系统护照的啊，刚刚走 Cloud Walk。哦，你说我们刚是上去了、嗯，然后教练说我们可能还不大行呢，就这一条。妈呀，那当然不行啊！你敢啊？你敢啊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处理，但是视觉上我们接受不了这件事，因为没有很宽。因为视觉，对我们需要宽度，我没那个宽度，我会没那个胆。当你渐渐觉得宽度就是可以救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更轻松了。走那边哦，嗨，我要拼命加速，然后又每次都冲不过去，冲不过来啊，冲不过去。多挑战啊！你看，我每一条都是懒，真的每一条都懒，巨人是吧？进步，有进步哦。他都无言了。紧张，我有努力在拉长我的脚给你看，拉长，那你又送没？不拉长哦，我要说在你的身上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我这一脚？你刚说要弓箭步这一脚，不要管这件事。弓箭步是这一只脚。对啊，还有这一脚不能伸直的拉长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用他的角度理解，可以。好，就努力的把你的这只脚收在你的身体正下方。你说靠山的，不是重心的那一只脚，山下那一只。对，我要你这样 ，OK 吗？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另外一只脚就在前面这样，加上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，回去一点，回去一点，一点点就好。对，对，他就会收起来，跟他用头。哦，这边的当天哦。对，这样子。下楼梯的那一只，可以吗？嗯，好，尽力尽力。下楼梯的那一只，有理解吗？有啊，但是做不到啊。对，就是。把你的脚收在你的身体正下方哦，所以不要拉长了哦。我拉长的是这只啊。对，我叫你这只也不要拉长了，收在你的身体正下方。哦，现在也不要拉长了。对，收在。刚不是要拉长弓箭步吗？弓箭步是自身叫你这只脚摆出来而已。对啊。对，因为你摆出来它就平行。
我先吗？我又滑太哦，我先，你先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次换我。好。你根本都不怕走坡，现在不怕，明天会怕，连一开始就会忘记，然后就又开始唰唰唰唰。好，我们下去一点，然后我们到右手边应该比较缓一点。看不到坡度的时候啊，都觉得很陡，但是往前再往前一点，你们就会看到坡度，然后就会觉得哦，看得到就没那么怕。哎，看得到就不会那么怕，来。你先，我先。啊！注意什么事？不知道。脚要那个啊。站在它下面嘛。休息一下，舅舅来。小丽，你呢？我还是要把身体朝山下弯。好，一开始入弯的时候就可以往重心脚那边，身体尽量的靠过去。好。我很慢欸，你
再见再见。对，转弯的时候每次转下来，你这只脚要有意识的转进来。嗯。把它转进来有什么用意呢？帮你这脚分担一点重量。哦，你刚刚说20-30% 的力。对 对, 對，一点点力。它其实特别你没有刻意使力，但它会帮你分担。好。自然的，就是非常自然的，它会自己帮你分担一些。好。好吧，好啦，慢慢下喽，走吧。莫你先啦，我太慢了。小丽你先，然后我带他。好。你这样下去之后再回头录他，好不好？小丽录完就是还是会偏脑袋比较多，但是下半段他就有稳住重心在下面。好，换我们哦。好，来走吧。我这样姿势没有很奇怪吗？不会，不会吗？好像放错脚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哎呀！好，要像下楼梯一样哦。嗯。好，走吧。一下，再一下。这段完全停下来，要往下走会很难。哦，好，好来走。你看，但是没有，我要你站在这一只。我有站在这只啊，我站在这。你刚刚站在这一只、啊。我没有，其实你看我在踱步，我没有站在它。真的吗？但是我就是会自己控制不了这一只的方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刚刚站在里面。我刚真的。你身体完全在这。真的吗？我刚以为我站在这只，你看我还在踱步。下次一次啊，我下去看比较准。来，好，走吧，好，下来。你知道我的就主要是觉得右脚是那个那根脚就会卡到我啊。啊？不要抬脚哦。哦好。人过去。脚勾起来，好后面。一次，有没有发现我都先讲了一次人过去？哼，人不就前面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你人在里面，哼，你没有到外面来，哼，对，所以一开始人就跟着外面那个板子走会更快。
好，对，你就不会有卡住这个板子。对，我就跟你讲，就是我转弯不是重心在脚，我就觉得很累赘。不是，因为你现在入弯的时候，你先做了这个动作，你站在这里，嗯，后来才压回来。哦，所以你这个板子很卡，很重吗？对，所以我要你一开始就压在外面这只脚上。嗯，好。入弯的一开始，小日也是一样。嗯，因为小日你会先肩膀转，然后才压回来。对，所以它就会相对比较。我后来刚是这样子强迫一下自己。对对对，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你的弯又太小。嗯。所以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的脚要转的更多。嗯。懂吗？反正弯形好玩。反正我努力修正。好。有进步了，你看抬头看上面，录一下。很累很累。好，我努力啊。那以后不陪小弟来了。哎，往后走下看哦，下面呢，你们会有人站在那边。下面有个什么狗是不是？嗯，哦，那渐渐的，它等一下要往左边切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边非常非常非常平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经过我之后就沿着那个路往前冲，一直冲。你不冲的话，等一下就要自己推。冲到哪里？懂吗？冲到缆车站。哦，冲那个平原的路往前冲。没有，我大概会站在斜坡上，就叫你往前冲。对，因为它后面不冲的话，你后面要自己推，因为它那边又有点上坡。哦，好。上面比较陡，所以下面没那么陡喽。嗯，好，按着自己慢慢滑。好，一样哦，超过我之后就往前冲。好，好。他人呢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有在下面。哦，那里露出了身体。走走走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走。好像也开始累了。嗯。所以身体开始又有点受痛。快快快！太阳来了，给我能量，在。呜呼！你要先还是我先？我先啊。哦。啊
来了。好好，哎呦，好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缆车站哪一个？刚刚坐的那个吗？啊？要给我拉哦，我太重了。拉好了没？好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我只要站好就好哦。好，我喂喂，我帮忙推一下。打直哦，直板打直，直板打直，直板打直，不要说了。哦，直板打直啦。这没有直吗？你不是外八吗？你对啊，起码也让它平衡一下嘛。你不直，我有直啊，这不是直。你在内八有直。哪里有直？哪里没有直？我是直的吗？真的很奇怪，我平常真的是个大外八、欸。内八了。我滑雪就自动会保护自己吧。没关系，走啊走啊。啊，休息。累了啦。是吗？啊、我搬到自己，有没有？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你拖一只卷板站起来。没关系。厉害，你手力还蛮好的、欸。他其实很厉害。其实很厉害、欸。你刚刚几乎没有转哎、欸，我再来一趟，你等一下跟我的弯走。好好好好。几乎没有转。可以啊，我刚最后就说。可以完全直冲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好。我刚刚跌倒的时候咬到大拇指，咬到大拇指。刚摔倒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怎么样。你在打混啊、哦？也不是打混。
就是又有点害怕的，就是我的害怕就是知识变烂，嗯，然后就变成就是纯粹在那边刹车下去而已。然后实际上要练，就是用那个用某一种速度一直打弯，还没有，好吧，跟教练的轨迹努力跟。跟不上他的形状，就是我脚的受力的问题，很糟糕。他看起来好，他滑得好轻松。没有，因为他的速度是那样的速度，然后跟他一样的轨迹，然后如果速度比他慢或比他快，就会跟不太对。左边走，右边偏左边走。好像往左歪的感觉。是啊，两个人一个人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边走边走。有，那到底是边穴啊？你的面罩上也有。是啊、哦。我也没擦，我就是说看得到，它也不会怎样。现在比较习惯风声的了，就是很缓的时候咻咻，我觉得不会吓到我。有，刚刚他叫我往下冲，我就说很快耶，然后后来他就说叫你冲，赶快冲来，你带我停下来。对啊。然后最后他拉着我走，是他拉我。对啊。因为我的速度在太慢，就很像老太婆没力。啊，再走一次这边。因为可能太阳快下山了。好快哦！这里太阳下山的太早了吧？那、啊、就冬天了。很快耶，现在就印象不怎么好。左边还有一个路，是吗？那些人在后面。还不错，人不多哦，不会卡来卡去。真的适合练习，真的人多人少对练习真的差很多。哇，今天礼拜六了，糟糕了，那边人应该会更多。礼、哦、拜六人比较多。
怎么？因为我都，你没有看我都超慢的吗？会慢哦，可是没有那种慌乱的那种感觉哦。慢就不怕了。就是，就很多人在陡坡上面啊，然后陡坡就啊。你完全都不会、欸，就唰倒在墙壁上。过下去都很卡到底。真的。因为风很大。我的安全帽太大了，没办法戴那个。签吗？我也摔很多、啊、我也摔很多、啊、你摔在坡道上摔，他摔都在平地上摔，平地摔比较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转得很大哎、欸！对啊，我就是要大、啊。嗯，因为我现在，我觉得你好像两三下就到下面了，我可能要画个十个。我会累，因为我画三个，你画十个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有差。对，我有发现你的弯很大。对啊，那就你的圆都是这样子。嗯，就你在这，你都很这个风浪比较短。对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拨慢，让它长一点。因为怕它会太快啊。但是你知道转过来就会慢啦、啊。怕停不下来，转不过去啊。自己拨慢很快，那我们试试看。哦，好。多一点点而已。好。让它多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然后从这边挖回来。好。我们要很大的弯，好。多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拨回来，好，让你自己身体再往下走这段不能怕。往下走这段呢、啊，你看坡度现在这样。往下走这段，如果当你要往下走的时候，如果你身体站的是这样，那就会很怕。嗯。所以身体要跟着一起走，所以你要勇敢的先往前走。嗯。哦，尤其是在往坡慢的方向，如果有侧路的话就很明显。你去看影片，刚刚看到的影片。哦，如果在坡慢，你人是坐在后面的，那就会加速。嗯，好，你有听到吗？有。如果你是坐在后面的话，你说这样会加速。对，所以我人往前，然后顺顺的把弯做完，所以我不会在风浪的时候刹车，我会在风浪的时候往前走，然后把弯做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来，小丽来。嗨嗨。我们先玩慢的，哦，然后后半段再放开，大家自己玩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就跟上喽。
个弯太大了吧？大了吧？啊！小心，小心！什么事？还好，不会。这个早上滑过，所以不会怕啊。这样子，你要怎么穿出我的弯来？尽量。懂吗？对不对？我没跟上。不会啊，还 OK。那你就记得下半段这边就把它拉过来。对。对。像中间没有跟上，是因为你的重心比较在风慢的时候啊，可能内角有点多。对。所以你风慢的时候，你没有很明确的重心在外角。对。可能在中间而已。对。到下半段你才拉回来。对。有，他大概两个圈就到下面了。对，然后他一下半段你好像有在刹，但是就变一直侧刹侧刹侧刹，就放不下。对，我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这一段就把弯那个做圆。对对对。现在还好吗？清醒了。清醒了。他整个人是往前滚一圈的。好可怕。叠叠又清醒。其实还好，因为雪板有脱落的状况下，其实这个摔都没有太大的伤害了。对，滑雪板就很容易摔。对，你先把它立一个角度出来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另外一个。不是不是，立这个角度。对啊。错了啦。你现在立的是这个角度。哦，是哦。现在混沌，哎，完蛋了，摔到头了。哎，立好，不要把它踢走，哎。哎，好了，再来换边。好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这样子顺顺的弯下去哦。好，顺顺的弯下去，好不好？来，跟我。可能没有站对角，就摔倒，好痛！一脚，一脚，一脚，对。想睡觉吗？睡觉太冷，真的。怎么会想睡觉？你跟小 T 两个都是弯勾不太上来。你说上来的时候就会有点快，这样。哦，对啊。对不对？
我的有在录吗？还在录哎、欸。角度对吗？因为我刚刚又摔了。你看前面，正前方，不高不低 ，OK， 高。这边超稳的，随便练你想要练的东西。太慢了啊！脚到底怎么样卡到啊？你不要看看，你看下面，然后管重心，不用管脚，你脚把它会卡到的话，你把多汗这个走这一段多一点，让它下去多一点。回去了吗？是啊，但是还是不要那么快啊，这边还是斜坡哎、欸。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加速，好不好？吓死我！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我每次手已经很酸了啊，然后就舍不得，一定要冲啊！但是你都还是一段斜坡，慢慢走，都一直加速的。舍不得。看有可以练的地方，要赶快把那个收脚那个动作练起来。值得收，但是我说，我觉得如果很陡的有时间收吗？很陡的有啊，很陡的不是也陡横的吗？对，但是我老觉得地方收啊，我就会怕啊，那个我就会怕、啊。刚这里可以做出来，是这里比较缓。啊、这里熟练完，然后再去陡的地方吗、啊？来得及哦。这里先熟练，到时候怎么会来不及？这里不熟练的话，到时候当然来不及啊。好，记得直。Thank you.
口袋，我还是给你一个 kitty pie。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很好，我尽力了。我真的在想说你会不会很对我很失望。我觉得今天有点出乎意料之外，因为你后来几趟你跟我说脚没那么酸。对啊，對，因为今天有努力压，然后我觉得真的觉得今天酸是酸昨天，不是今天系统。我觉得今天够，来教育小奖励的。很多哎、欸，其实还是酸很多、欸，其实还是酸很多，对对对，还是酸。我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摔，因为一转弯以后放错脚嘛，然后就然后就自己往山倒。我的摔都是这种摔，一开始就要很确定，因为在陡坡上没有时间思考，所以就是一开始就要很确定哪一脚是重心。我这个不能放在脖子上，因为会雾掉。我把前方脱掉就好了。哎，把它关掉了。